魔术秀，请妹妹进场。来看，我摸摸看，都没任何的东西。好，我摸摸的是。Oh my god！ 哦、oh! yeah! ，里面没有东西。你刚才放什么进去？我看到就没看到。我把它剪掉，好。还是没有。你要变魔术来给我检查。真的没有东西，好。那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。那我要把这个石头的手放进去里面。好。然后放进去里面之前呢，再把真正的手放进去里面。等等等等等等，我要看，我等等等等等等。Oh my god！ 哦。好，换下一个，不能偷看哦。好。是你在笑，你笑起来好可爱。你刚才去吃完了、啊、你的。哎，他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东西。没有东西。没有东西，好，爸爸，把小小手比四，把里面，好，看一下，没东西。好，那我们来有真的小石头摆进去里面。一颗神奇的弹珠，为什么我的里面的话有二颗小铃铛？我是爸爸。现在我是龙。好，我们来准备好了，没东西。那给我看一下。我的手先闭上。好。没东西，没东西。然后我来看一下，那我要先挂到底是纸吗？是纸吗？叮铃当，找到一颗弹珠了，还有的是一个弹子，从里面发出的子弹。爸爸有恐怖吗？刚好我是爷爷。恐怖。表演魔术。首先，我给视频。前上会有魔术方法教学哈。一、二、三。哦哦哦。那我讲一个。你不会掉嘞。好，那我来做教学哈。握着一支笔，手握在这，一、二，然后呢，这支准备着塞的时候就可以抓住这支笔，然后就握着不放开，这样就 OK 了。那这就是我今天的魔术教学，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要记得订阅我，那么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你要做什么？我要拍魔术片。不要。不要。那要不要跟姐姐亲同的地方？亲亲有什么用？就要把我们。我们魔术片都拍完了。啊，好，来，再来，再来。等等，是我的。等一下，放下。爸爸，妹妹推我，我们想要一起排便的。哎，爸爸在那里。OK。大家好，我是李。大家好，我是李。
你知道吧？就是上面有小魔术的事。好，哪颗大猪有在手里？这颗没有，这颗有，对吗？明明这颗有，然后这颗没有。我们现在在乐书，这只手，这只手是最少有的。好，然后我们这只手有大猪，然后这只手没有大猪，然后我们把这只手有大猪的放到上面，然后握住。好，我这只没有，这只有了。好哇！喵！1153，大家好，我是李。那我们今天要来跳，我只想要去游泳。那我们开始的部分分没有有点少，可是有一点点少，因为费我们的讲话声。还有这些电视的声音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要仔细听哈。五只小对鸭子妈妈呱呱呱，五只小鸭去游泳，游下去浮下来上。对，五只小鸭去游泳，游下去浮上来。少一只鸭子妈妈。呱呱呱！四只小鸭去游泳，蛇下去浮上来。少一只鸭子妈妈呱呱呱！你要小心点。三只小鸭去游泳，蛇下去浮上来。少一只鸭子妈妈呱呱呱！两只小鸭去游泳，蛇下去浮上来。少一只鸭子妈妈呱呱呱，一只小鸭去游泳，蛇下去浮上来。变五只鸭子妈妈呱呱呱，五只小鸭到齐了。好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爸爸最后好努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拜拜，泡泡龙，喵，可以结束了。